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们分享一下如何在家自己从种子开始，一步一步种植出一种非常好吃的蔬菜——豆瓣菜。豆瓣菜又叫西洋菜，是绿属于十字花科的一种蔬菜。不过，虽然它属于十字花科，但我在种植它的全过程里，没有做过任何的预防措施，但都没有看到它们招惹过一丝的害虫。所以说，豆瓣菜堪称十字花科类蔬菜的一股清流。资料上显示，豆瓣菜喜湿润冷凉的环境，生长室温在15至28摄氏度之间，具备忍受多次短时间的霜冻能力。从它的生长特性上来看，大部分地方豆瓣菜适合在春秋两季种植，而一些无霜期较长的地方则春秋冬均可种植。豆瓣菜的种子和我们熟知的其他十字花科蔬菜种子一样，都是圆圆小小的。这类种子在适合的气温下都不用做任何的催芽工作。准备一小盒土，和土一起搅拌均匀。豆瓣菜除了西洋菜之外，还有一个比较通俗的名字，叫做水芥菜，是一种可以水陆两栖生长的蔬菜。所以对于盆栽种植来说，不用特意为容器底部打孔，如果使用有打孔的容器的话，要注意多浇水，保持土壤长期处于湿润的环境，那样更有利于它的生长。种植前，我照例加上检查多出来的枯黄菜叶，添上以前种植韭菜的旧土，加入腐熟的羊粪做底肥，继续添土，整平土壤，先浇一次透水，均匀的撒入含有种子的土，覆盖一层薄薄的土壤，最后再喷湿表层的土壤，至此播种工作圆满完成。第五天，土壤表面开始泛绿了，靠近一点看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很多种子都已经长出了两片小小的子叶了。从播种到出苗前，都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湿润。第七天，出苗的种子越来越多。第十四天，到了这一天，大部分小苗都长出了五片以上的叶子，叶子的形状也有了成年豆瓣菜的样子了。第二十四天，豆瓣菜已经长得密密麻麻了，看上去像湖面上的水草。在整个豆瓣菜的生长阶段，我只是在不下雨的天气里每天为它们浇一次水，除了最初播种前有施了一次羊粪肥之外，全程都没有追施过任何的养分。第二十八天，进入四月之后，我们这的气温越来越高，豆瓣菜的生长速度明显加速了不少。此刻的豆瓣菜长度和鲜嫩程度都处于最佳的阶段，我要来开始采收它们了。豆瓣菜是可以像空心菜等蔬菜那样掐上半身的叶子吃，植株中下部分的茎和叶子之间的侧芽再接着长出来的。不过因为接下来要逐步进入高温期，所以呢，我就采用了连根拔起的方法采收它们。如果是秋播的豆瓣菜，就不要采用我这个方法了。一次先采摘这么多的豆瓣菜，就足够我一个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吃一餐了。剩余的豆瓣菜可以慢慢在盛夏来临之际分批采收着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关于今天这个话题，大家有什么其他的疑惑或者不同的见解吗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我一起交流哦。最后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收看更多家庭种植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